4月30号，有位网友在某宝 DIY 了一个鹿晗眼罩，想要拥有鹿晗的星星眼，结果理想效果和实际效果严重不符。网友们看完买家秀纷纷表示，鹿哥委屈，鹿哥不说，小心被 idol 拉黑哦，这可能是连关晓彤都会嫌弃的眼罩吧，这应该是2019年度最佳买家秀之一吧。心疼鹿晗3秒钟，一脸懵逼的躺着也能上热搜。事实证明啊，鹿晗的星星眼是无法复制，独一无二的。芒果捞新闻，让我们再来看看帅气的鹿晗吧。报道。